们现在往这个方向去看，我们会去参观一个景点叫海云岭。来这个门大门上面它有写海云观，因为这里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它就白云很多。今天天气非常漂亮，来海云岭就是这个方向，就是岘港市。现在游客来这个地方比较多，整个这个就是岘港市。然后从海云岭这里到胡志明就是越南南部嘛。来这边大旅游大巴车很多，我们往这个方向，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省。来这个方向就是顺化古城，顺化它是另外一个省。然后从这个海云岭到河内它只属于越南北部。看看今天天气非常漂亮，蓝天白云，游客来这个地方也比较多。下面这个都是卖咖啡，然后旅游大巴车会停在这边，游客去下面玩，玩好了就下来就可以了。来这边你喝一杯咖啡只有20000越南盾，相当于人民币在6块钱左右。反正这个方向是南部，然后我的后面就是北部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越南南北天南分界线。
放美金，不是放一美金，它更多，放一美金放一倍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所以我说越南盾放一万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国家